你是否厌倦了在室内项目中使用防火板粘在胶合板上所产生的高成本？那繁重的劳动工序是否在消耗你的预算，并导致无法按时完成工程？还有，别忘了胶合板质量的不一致性，以及其可怕的翘曲、分层和厚度偏差的风险。好吧，告别这些烦恼，因为我们为您提供了完美的解决方案。隆重介绍，三聚氰胺饰面定向爆花板，也称为 MOSB。这就是您一直在等待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板。以下是 MOSB 成为您项目的终极选择的原因。一、成本效益。MOSB 极具成本效益。与在胶合板上的防火板不同， MOSB 是在压缩木片上进行的批量生产压贴，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为您省钱。二、结构稳定性。MOSB 通过其均匀的尺寸和形状的组合，提供了卓越的结构稳定性，不再担心翘曲或完整性的丧失。三、一致的质量。MOSB 由均匀尺寸和形状的压缩木片制成，确保一致可靠的质量，不再有剥离或翘曲等缺陷。四、可持续性。MOSB 也关心环境，它由快速生长和可再生的木材物种制成，如橡胶木和桉树。此外，制造过程与胶合板相比产生更少的废料。通过 MOSB， 您将获得卓越的产品质量、长期的耐用性，而且价格无法匹敌。还等什么呢？不再为防火板的困扰而烦恼，立即尝试 MOSB， 永远改变您的室内项目。请浏览 TF Store www.tfstoreco 以获取更多信息。